部分。我圆梦了呢，哎，开心哎，左边的朋友，右边的朋友，手机后面的朋友，走走，对对对对，好，从右边看到，好，边右边。好，示范一次。我第一次来小巨蛋当嘉宾，来，右边的朋友开始哦。好，预备，好，起，起。哎，好像比较弱。刚刚你介绍嘉宾的时候，好像八三幺在后面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他们过分，他们因为我今天在 IG PO 了，说我想要升上小巨蛋，喊说小巨蛋现在在哪里？然后阿平还跟我说下次找你，不用，阿力找我们。Hello 露露以为我一直在开玩笑，说我要请他来小巨蛋。你嘉宾也找好了吗？我不羡慕太阳。好，我们就请露露好不好？过年的时候还传讯息给他说，哎，那我们要准备唱什么？他说过年讲好话也不是开玩笑吧？对，我说你都没有请人，他说没有，然后我说你真的假的啦？然后阿丁就说那你何必当初？我怎么知道你真的请来了？今天就是歌手，好，歌手。有一种悲伤，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，陪伴我呼吸，决定我微笑模样。我是天生小歌姬阿露。